马究竟有多少血量？在龙跃长城新版本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不是新武器、新调整，而是全新载具马。马这款载具可太有意思了。首先，奔跑速度极快，最高奔跑速度能达到88千米每小时，而且加速极快，瞬间就能把速度提升上去。关键还能载着玩家过河，也是一定意义上的水陆两栖了。它血量掉了，可以通过吃草恢复，只要不击杀它，都能恢复至满血。好了，接下来测试它究竟有多少血量。先看一下血量是满的。好，接下来用 M762 来测试。一共打了31发就击杀了。 M762 的血量是45点，31乘以45等于1395点，血量介于1350到1395之间。用 AKM 是30发就击杀，30乘以47等于1410点，血量介于1363到1410之间。而马的血量应该是整数，所以血量应该是1370、1380、1390这三个之一，血量还是挺高的，奔跑起来是很难直接击杀的。好啦，这期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见。